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农村大西菜。这边就是今天的炒菜啊，虾仁，这边是辣子鸡，爆炒三片，下面还有一个海鲜锅炒馍，这边还有一个巴斯红薯，这边是今天的炒菜，六个炒菜，这边已经炒菜了，在这边炒菜，今天是四个炉子，这边两个，这边还有一个啊。今天因为桌数比较多，今天是七十桌席，一桌四个人，七十桌就是700个人，不敢想象，就这三个师傅炒菜，七百个人的菜，这边炒的辣子鸡，这是已经出锅的啊。那边还在上菜，配菜高里头，双管齐下对着干，漂亮，顶着30多度的高温，在炉子旁，温度得将近50度。看啊，后面还在上菜，辣子鸡三片，这边鸡蛋汤，这边上菜基本上也上的差不多了啊。全家福还有海鲜锅，虾仁啊，炒的虾仁，丁香肉丝，三鲜，肘席三片高里头，鳝鱼片，热的啊，太热了啊，今天天气真的太热了。这边是辣子鸡，等会要准备第二盘的去了，在这边打菜，一盘一桌子。两份汤，上了汤，银耳汤。这边还在上菜啊，这边上了大菜。鱼、肘子、糖醋鱼、肘子，这边是牛羊肉，银耳汤。这边师傅还是炸的这个红薯，等会做80红薯，要用炸的红薯。这边鸡蛋汤，这还得搁这监督，对，监督干活，有量。这边是第二排的炒菜，等会第二排应该是第三排了，今天是70桌，分了三排坐席。这个咱盘子上熟了，用手捏捏，用手擦一下吧。对，你单身30年的左右，好吧，管洗澡洗的。熬汤了啊，这边熬汤就是刚才那个过油的红薯，八丝红薯，今天是啊白丝鸡，八丝一锅26份，这一锅不少，这锅得40多斤，26份一锅出了就，哎呀漂亮，26份啊，26盘八丝红薯一锅出，你光那个汤看到没有啊，半锅汤，它是八丝红薯的油吧，放了油啊，不放水，八丝是最后一个汤，因为这个。上八十就意味着这一排要结束了，因为这个八十不能上菜太早，上菜早的话就夹不动了。这是红薯炸出来了，过了油，出锅了，这一大盆